怎么栽在莫连城手里？算了算了，换成我，我也不信。他会相信我，他不会相信我，他会相信我，他不会相信我，他会相信我。哎，不算不算。八哥，你若真对八嫂有所怀疑，就应该当面问个究竟。如果其中有什么误会，却中了奸人的计谋，又伤害了两个人的感情，岂不是可惜了？小姐，小姐，小谭，人去哪儿了呀？小姐，小姐。小妈妈，快救人啊！快我去拿家伙。小姐，棍子来了，快抓住啊！王妃在那。小姐，抓住！抓住了，抓住棍子！快，快呀！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！小姐，你干嘛那么想不开呀？小姐，他。你快醒醒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谭儿，于浩，于浩，快把东岳所有的太医都传来。是。谭儿，小姐，你醒一醒啊。谭儿，滚！是。要是救不活王妃，你们所有人都要陪葬。是是。还有没有？到底有没有能救本王王妃的人？王爷，还剩一位。返乡将的高太医赶回来了，传。王爷，八王妃被救出荷花池时，已经无气息了。救不活八王妃，你们都得死。王爷，王爷和八王妃抗令轻身，可是这生老病死，臣也无力回天呐。废物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对不住啊，没停住。站住！啊！站住！都是群废物。八王爷耽误的可是救八王妃的宝贵时机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也救不了八王妃了。都退下吧。是是。王爷，万万不可受无意的蛊。你也出去。我臣告退。静心，你也先下去吧。是。敢问前辈，尊姓大名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八王妃救还是不救？必须要救。王妃若不在，本王生亦何欢，死亦何妨？好，我的办法就是让王爷跟八王妃签订生死血契，只有签订这个血契，我才能对八王妃输入灵力。不过，即使我输入灵力，八王妃能否起死回生，也要看她的造化。还有，一旦签订这个血契，如果有一方先死，另一方也会死。同生死。对，当然了，也会有你救不了他的命，反而把你的命搭上的可能。
但是如果不签这个血契，八王妃必死无疑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难道是因为小谭想不开？都是因为我没有照顾好小谭。要是当时他说他想一个人出去走走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和他一起去的。小青姑娘，你不必自责。少王妃平日的性格，绝不会有轻生的念头。那可是为何会发生这种事情？现在只求老天爷保佑，保佑小丹可以平安无事。任何人不可打扰。是。